屋顶漏水，志玲做功课边读边擦水，这是五年前高中时遇上的家境困难，还好志工为她修缮房屋，温暖陪伴。我要赶快长大，然后出来以后成为可以照顾他人、帮助他人的人。发愿那时只有16岁，如今21岁的志玲是大学护理系3年级的高材生。这次吴亮义把水送演艺，他主动参加。过去我家是慈济的关怀户，然后就想了想要更了解慈济，每一次彩排过后的收获都很多，然后也很感动。入金藏的法喜从慈济道场延续到家里。爸妈是志玲演艺时的粉丝，妈妈还边看边学。我们以前很困难的，慈济帮忙我们很多。从越南嫁来台湾，妈妈一度不适应而罹患忧郁症，但此刻她成了爱笑的人，因为这家人的生命已经翻转。发愿要成为志工，回馈社会。以前有看内向，现在有改变，有看外向啊。慈济是一个要教导人家往善良、这个美好这个路走啊，所以我赞成他。大爱新闻，张泽仁、廖学信、欧阳光辉、郭继宗，中部报道。